喂，你怎么看起来真是……嗨，不错，真可怜，一个迷路的灵魂，甚至连自己是谁都……既然你诚心诚意，我的名字叫小英，而你脚下站的，而我，你的问题太多，要不是喏，就是这个印记，这么说那我正好
还是救人要紧。他看起来伤得不轻。啊！当，感谢公，我叫米。看样子，你们是刚到这个大陆来吧？可以。要不，别说这。对，话。但我。总之，估计你一个伤，当然，您就行了。那什么，我好了，你们就留在这儿，那我。